老板，买点啥？买锅。面黄汤五块钱一袋。面黄汤五块钱一袋。薄荷冷的，趴的。晚上的薄荷冷的豆虫。晚上的薄荷冷的小不？小。大家那个薄荷冷的多少？薄荷冷的卖六十来，你要卖五十啊？有的。五十。啊，五块钱。这铁锅了。铁锅大小啥人都有。这个了，这个。这个六十了，五十五。五十五。你看看，你起来就看看底啊。天冷了啊，看买个这小锅，做饭方便。哎呀，花了100块钱，买了一套这个吃饭的家伙啊，以后就是说自己炖肉方便了，自己炖肉省啊，能把这个锅省出来啊，还干净。这桌多少钱？一百五一套。这个没带颜色了。没带它一样颜，只能是它的。一百五一套啊。在这儿吧，你们以前老桌。这带几个板凳啊？啊，带几个凳子？不带凳子，凳子凳子条。啊，凳子是凳子线。啊，哟。今天跟秀丽带着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濮阳这边的集市啊。哎呀，现在11:30了啊，这不是鸡啊，这是个会啊，一样，反正都是卖吃的多，还有这个写热闹啊。这边是卖衣裳的区域了啊。5块钱一包。刚才给俺大爷买了个大裤衩子，还又给豆豆买了个小短裤，爆米花5块。现在又进入吃的环节了哈，到饭点了。炸鸡柳，哟，凉菜，拌个凉菜不中啊，这里。吃有鸡爪、烧鸡、热的猪头肉，啥都有。18块钱的猪头肉。看到这个老家卖糟鱼了，你是咱王掌屋啥村的？南街的。王掌屋南街的。啊，我是俺南边。哦，俺、哎、郎家是这个李爪人。呀，为的俺嘞。啊，一开始搁到那王掌屋桥头上炸糖糕。呀，真的。走吧。你是哪块的？我是陈爪人。呀。听点呗，这个。哎呀，这多给两年呗啊！那说那李爪人，咱这平常卖多少钱去啊？卖这个小的卖20的，这个是吧？这个多少钱？20。啊。这些少吧，你。再来点呗，真好吃。20多给钱。嗯。啊，这是李爪人。你喝了这个是粮食酒啊？粮食酒。哟，你自己搁这得喝半斤吧？喝不了，就这一杯下。啊，走，让你倒点了下。我不用倒了，我这个得回去。哎，走下。我下午得干活的。好好好，忙吧呢。啊，你上我家去啊。好好好。买点面坨的。啊，面坨的对。天下美食，人间美味，好吃不贵。人间美味。濮阳特色的地方名吃。面。是新鲜食品，欢迎各路食客前来品尝。6块钱一斤啊，要了11块钱的。咱看桌还有啥好吃的肉，弄点。你给我少称点吧，刚才买把猪头肉了。能称多少了？弄点猪皮吧，猪皮。猪皮称个6块钱了，是吧？我要不买的话，我搁你这边卖点猪头肉，卖点啥了？啊，壮馍这多少钱呢？12一斤。12一斤。这6块，这3块吧哈。刚才问了一下啊，他说这里是7月21日会啊，这个是大会，这个叫大中间那个字又不认识了啊，大什么门？在。啥在？
花了这个18块钱买了一件啤酒，叫俺大爷喝点啊，要了饼了，看这菜弄了一应时的了，肉了肉了肉了哟，今个没蔬菜，是不是啊？吃吧，大爷，这个煮兔肉，尝尝啊。嗯，搁青岛那还有能壮吃壮馍了吧？没有吧？没吃。啊，看这小枣鱼儿，小枣鱼儿弄的好吃了。青岛没吃。啊，豆豆吃，豆豆吃那枣鱼香吗？啊？枣鱼。行。嗯嗯，那是这个壮馍打的不孬。嗯。好吧。哎呀，冰了好喝。呀，啊，这啤酒还是没呀那个啊，那清凉啤酒好喝。那吃转吗？吃吧。嗯。还能这味儿真不孬了，我知道。嗯嗯。人家拿这小块儿啊。嗯。我。这又到人硬了，又咬不动了。哇，他给的凉了呗。太够，小巴菜。嗯。那吐了。可以啊，买点这个排骨炖炖什么？吃羊肉啊，是吧？啊，呀，这弄点好的吃吃。嗯。啊，对吧？小铁锅弄过来了。啊。那我吃了都买呀，这哎。嗯。嗯，吃吧。嗯，壮馍好吃，酥里了外边酥里边肉，嗯，葱花一丈香的了。这一块的没人吃了不就了？没人吃了。我吃了了，嗯，不能舍了这一块。吃了了。吃了了。哎呀，嗯，不来水的时候一个星期他都不来一回，这来水吧，这前一阵刚来的，隔一天来一回。他这水来了不规律。吃饱了，朋友们，总结一下吧。这个猪皮吃着这个特别香啊，这壮馍还行啊，这个枣鱼也可以，其他的呢都不太好吃啊。嗯，今天下午呢买点肉啊，给大爷炖一炖，因为毕竟这个不经常来这里哈，咱得好好这个招待招待啊。濮阳哪里有好吃的呢？说实话我也不清楚啊。有知道的可以这个在评论区告诉我啊，咱要不这个晚上就买肉炖着吧啊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这个买卖呢也一般吧哈，到现在也没接着一单啊，说有单子的时候特别多，没单子的时候一单没有啊。咱们下期见。